好球抢断之后，这边有徐杰及时的跟进，反杆打进，好球不断的节奏上的变化，表篮下，好球，蒋浩然很耐心啊，徐杰这个球啊传的也很贼，中国队把握住了开局啊，菲律宾队明年 U19 世界杯的参赛资格，好球，徐杰的穿针引线不动，徐杰出手够坚决，中，中国队今天外线开得很早啊，哇，王天泽底角三分一箭穿心，徐杰球领人篮下，一个饿虎扑食的动作，快速反击，对方只能用犯规把王天泽拉下来，去阻碍对方传球的线路，很成功，菲律宾队很少有机会能够把球打到内线，中国队打得很耐心，好球啊，徐杰晃开之后到罚球线控位跳投命中，徐杰再来，哎，干扰球上篮没上进，哇，徐杰厉害啊，这么强硬的身体对抗之后啊，几乎失去重心还能把球打进，现在中国队是5-4，耐心的传递，空位三分，中国队把握住机会，完之都出来，徐杰走底线，漂亮，找了一下身体对抗，这球中国队防下来了，直接甩徐杰，漂亮，2.5秒，这样双方球员提前握手致意，全场比赛结束，76-57，中国队在这场3-4名决赛当中啊，19分的巨大优势击败了。